推销员，有卖球棒哎、欸。我们这个台中人球棒，就是平常大家走在路上就是会带一根球棒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又给我不付钱啊？不付钱的坏孩子就给他 bonk 啊，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那么耐敲？哦敲错了。我看到小偷了，等一下，鬼鬼祟祟的，拿错了，拿错了，我要拿球棒，卖招，你卖招，哎、欸，对，走错，你卖招，你卖招，你偷了什么 ？bonk， 你、欸、偷我的滑鼠啦，你又不付钱，不是啊，每一个都当我塑胶，哎，都不付钱。好，敲准一点。啊、怎么那么耐敲？哎、欸，才七块钱，那个妹子就这样走出去了、欸。算了，因为想说她上网才三十分钟，没什么钱，是因为是妹子才不敲人家。没有，那个敲一下才五块钱之类的，而球棒坏掉要四十块，哎，不划算，不划算啊！敲，怎么那么耐敲？哦，这个钱比较多，这个就要敲。我看你就是想要不付钱哦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还一看不付钱，球棒好像快坏了，真的耶。我要再买一根备用耶。球棒是我们的生财工具。